大家好，今天要加的这一首歌，是一首轻快的曲目，叫做《尊敬的奥利桑》。那这首歌是张雅文所唱的一首歌曲哈。那这一首歌它的最高音到 C 调哈，就是 C 调的高音哆，最低到拉哈，低音拉。所以这首歌你 key 的话，大概适合用 C 调。那蓝 key 大概可以往上提高个三到四个半音，所以我们蓝 key 可以用降一调，降一调。那降一调也就是说夹，如果夹的话就夹第三格，第三格哈。好，那这首歌它因为是轻快的曲目哈，所以它这首歌有可以要唱哦。他主歌歌曲是唱两次哈，那会再重复。那第一次我们用蹦恰蹦恰哈，蹦恰蹦恰啊。那第二次我们用蹦恰恰蹦恰恰哈，蹦恰恰蹦恰恰。好，那它的和弦很简单，就三个和弦，它的主和弦 C， 再来下属和弦 F， 再来属七和弦 G7。现在就来示范这一首《尊敬的奥利桑》。那这首歌，第一次用蹦恰啊，蹦一拍恰啊，第二拍啊，然后第三拍蹦，第四拍恰啊，就是蹦恰蹦恰啊。好，那如果同学你蹦恰，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，你就全部用恰恰恰恰四个恰也可以哈。好，那第二次你可以用蹦恰恰蹦一拍恰恰第二拍，好，再一个蹦第三拍第四拍恰恰，好，变成蹦恰恰蹦恰恰，好，这样是一个完整的四拍啊，蹦恰恰蹦恰恰。好，我现在就来示范。谢谢。